要是有一天，盗窃的土地被灾祸侵蚀，人民也不再被神明注视，你会选择怎么做？我想，我应该会选择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吧。哼。我想，那一刀也未必无法企及。总会有地上的生灵敢于直面雷霆的威光。在那最后一刻，他的脸上会是怎样的神情？虽然身消梦陨，但是他化作了神鹰，这也是永恒。